阳光，从厚厚的云层中透散了出来。现在是10月27号早上7点多一点点。今天有一个很不错的天气，天空的云都散开了，渐渐散开，露出淡淡的蓝。前几天，内城常常下雨，这是内城在秋冬很典型的天气。不过，正是有这些雨，才显现得出来这些可贵的晴天的阳光、蓝天是多么珍贵而美好。